差不多一礼拜啊，来看卖啊，迄两粒卵。哇，应该是算伊迄种个着。哦，拢出来啊呢。那这个也死人。这个拢无啊。嘿啊，拢消伊啊，较低啊。啊，迄嘛无啊，拢消伊啊。啊，伊这全部拢变蝌蚪啊。有较大只，较细只，你看，两片天。啊，你爱个懵。你早两天伊个懵。诶，这只是变蝌蚪，无。这蝌蚪诶，种迄落。有些个较大头，啊，有些较细头诶。目粉无啥会出来。目粉啥？有较大只一撮。面粉啊，都到尾啊，伊会先生两支脚，过来就四支脚出来啊。嗯。因为后脚先生。差不多几偌久哈？正常青蛙毋是二十八天就会。安尼差不多一个月吧。迄无死啦，伊拢假的啦，即种的，伊迄种存活率足悬的啦。你也看我倒来嘛，看一下哪冰毒，结果看毋是。手揪伊就阁变大个啊！好，差不多过二三十天啊，过来甲看卖遐。好，就安尼。